云龙湖呢是江苏徐州标志性的景点之一，由于水环境优越，近年来也成为了广大垂钓者喜爱的打卡地。前两天云龙湖再次有市民钓出大鱼，足足有184斤重，刷新了钓大鱼的记录。来94，120，120，120，走，八十斤啊！来，一、二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8月27号下午1:20左右，市民黄先生在云龙湖钓鱼岛平台发现有只大鱼上了钩，经过一个小时的搏斗，终于将大鱼钓上岸。据黄先生介绍，他钓鱼有10多年了，已经多次在云龙湖钓上过百斤的大鱼。当天钓上来的这条大青鱼身长1.7米，现场称重184斤。因为这条鱼太大了，长这么大也不容易。所以结果几个人赶紧商量上一下，就把它给放了。据了解，近几年徐州云龙湖频出大鱼。今年8月23号，市民王先生在云龙湖珠山风景区水面钓上了一条长1.56米、重达168斤的大青鱼。2014年10月，徐州3名钓鱼爱好者从云龙湖里钓起了一条身长165厘米、重量达100余斤的大鱼。2017年7月23日，有钓鱼爱好者在云龙湖西湖钓上一条150斤重的大鱼，最后决定将大鱼放生。